地，无废墟中搭救，光荣地脱身。遗弃的任谁心间火热，扑向一个人。共你在空中展示宇宙，让重伤的心再添缺憾。还剩低的寄望，最后也牺牲。你的吻像龙卷风吹过，怎可对抗这吸引？心贴身，如海啸冲击我，使我向下沉。再走近，是我完全难自禁。就算知道实在太愚笨，到底一刻也算是缘分。天地沦陷，如真是痛苦中一丝兴奋。再添缺憾，还剩低的希望，最后也牺牲。你的吻像龙卷风吹过，怎可对抗这吸引？心贴身，如海啸冲击我，使我向下沉。再走近，是我完全难自禁。实在太愚笨，到底一刻也算是缘分，仍然愿吸引。谁有你朦胧夜里天沉地暗？你的吻像龙卷风吹过，怎可对抗这吸引？心贴身，如海啸冲击我，使我向下沉。再走。完全难自禁，就算知道实在太愚笨，到底一刻也算是缘分。天地沦陷，真是浸没痛苦中一丝兴奋。如真是靠在你掌心，永远被困。请大家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多谢我们的香港管弦乐团，还有我们的指挥 Mr. Gerard Salonga。 Thank you so very much. Thank you. I like your shoes. Smart casual. 我要很感激，很感激我们的香港管弦乐团，因为其实他们对于合作的歌手一向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今次经过重重的考核之后，我成为了毕业生，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好厉害啊！也都要在这里很多谢今次我们的 title sponsor， 我们的合伙实业，很多谢他们的勇气，很多谢 Thomas， 很多谢你们的勇气。我挺害怕的，其实。多谢你，多谢你对我的信任。 Thank you。我很喜欢香港，因为在这里很自由，在这里有山有水，我很爱这个地方，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所以当
前几年录以下的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成路都是湾仔啊、中环啊一带的北角一带的旧建筑，我觉得这首歌是充满老香港情怀的。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樱花树下》。Thank you。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得你是爱，初春落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没有过的爱情，但有种温馨。归家我单车小径，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昵称。为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得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抱着盼，渴望未来人自身者。送大家樱花树下 ，thank you。要多谢今日嘅咁多位嚟自我哋
这个高清拍摄的团队，因为这个呢在香港演唱会史上是未试过的，有13部的高清机。多谢我们的 Video Channel。跟着要介绍我们这边的我们的乐队，首先有吉他，我们吉他手 Danny。Thank you， 都是老拍档了。跟着这位也是最近几次合作得很多的，我们香港著名的低音吉他手世威。Thank you。还有特登电了个靓发来做这场 show， 我们的 on drums， 我们的 drummer Neutral。Thank you。你电了个发好像罗冠兰姐姐。好了，到这边有我们全行最靓仔的和音刘祖德先生。你看刘德华的鼻很犀利，多谢你。跟住有我们的 Missy Silver， 著名歌唱老师。跟住还有我们香港的爵士天后 Angelita。 可不可以呢给个 wide shot 他们啊，他们 我今天看 Facebook 呢，他们两个的裙好靓好 sexy 的，是 one piece 的。你看看，你看 Silver 的事业线。Thank you， 多谢你们。跟住有我哋喺呢边嘅，我哋嘅 keyboard 手 Rico， 我每一个 show 嘅铁胆嚟噶啦，佢已经系。仲有我哋嘅新晋 production Jeffrey， 咁啊不厌其烦再一次介绍我嘅音乐总监 Johnny 严。大家咧喺最后一部分听到嘅 P.S. I love you 啦。壯舉啦 ，deadline 啦，其實全部係 Johnny 同我一起寫嘅，佢俾咗好多嘅音樂上面嘅 input 我，所以多謝 Johnny。嚟緊嘅新唱片亦都係我同佢一起去監製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好啦，仲有我哋今次嘅音響總導演，我哋嘅 sound engineer， 我哋嘅金少剛老師，遠道從北京而嚟嘅，金老師，謝謝你，謝謝，好巴閉啊！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嘅音響總導演，仲有幫我。由我第一个演唱会到现在我们的香港演唱会的服装大师 Kenneth Chan 陈华国先生，多谢多谢 Kenneth。 还有我们的 dancers 包括有 Valerie 和正义，还有他的排舞师 High King， 多谢 High King， Thank you。 还有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今次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有200个人去搭台和做机械部分，多谢他们， Thank you。我觉得做歌手，做一个创作歌手最有福气的就是这个地方，可以令到自己的音乐陪伴大家经历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我藉着这首歌去做今晚的结尾曲，希望大家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情感上遇到磨难的时候，张敬轩的音乐会一路陪伴着大家，一路鼓励大家，送给大家这首《笑忘书》。Thank you。石头很重。
又沮丧，童话书从成长中难免要学会失望，经过同样上落，彼此何尽灰望，曾经烦扰我知何苦到孤独，我缺乏到满足，游戏就算愉快不会幸福，人大了开心到想哭，我每日要生活，每日要斗苦，挨下去，连场逆逆也许没法参乎。我前路有犹豫咗，面对抉择难兼顾。此亦有沮丧，童话书从成长中难免要学会失望，经过同样上落，彼此多尽灰望，曾经送你。
路，我想由我做完前两次的体育馆的个人演唱会，我一路都等着一个机会 去做一个交响音乐会。因为以前入行的时候会很想自己做一些很偶像派的东西，第一二的演唱会又跳舞啊，又闪晒衫啊咁样。咁但是最尾都发现自己其实最适合是安安静静咁样唱歌俾大家听，好嘅乐队，好嘅制作，好嘅音响。红尘万里，同行极美，谁不喜奇？但那夜。随着你一走，我就所以就开始有这个精神意念在我脑袋上。我觉得上帝对我很好，就是他一直都去成就很多我自己脑里面想的东西。所以去到今年的大概三四月份，就Star Hall。想有一个比较高档次音乐上面的高档次的 show， 这个是由我们设计收获的时候呢已经就都想得到了。表演者方面，无论是乐团啊或者artist 方面的，应该开始倾向就这样发生。我说我现在有兴趣，我说我巴不得这件事发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听交响音乐的人，而且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一类和香港管弦乐团的合作，其实是对一个歌手 在这个职业的领域的一个肯定来的。所以很多很多和港乐合作过的都一定是音乐上或者是公众的认受性上是得到很多认可的一个 artist 来的。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得到这个机会，还有给到人家这种的专业上的认可。港乐合作其实都我们在全年的很多个月份里面是一路跟港乐去定这个表演的时间，因为港乐很忙，尤其是撞啱乐季的话，其实他们是每一个月都在世界各地去做不同的 tour。 所以在今次我们是谈了起码六七次，开了六七次的会才决定到，咦，那就不如11年的十一月的四五六这三日啦，这样。因为始终舞台啦，还有整个音响的搭建，我们都想有期间做多几场，但是无奈港乐太忙，就他们的档期就不到，所以我们今次只能够做三场。我自己都很不舍得个舞台，也都很遗憾，即是今次不可以做多几场，因为个场地和音响实在太好。比想象当中宏伟很多，即是自己站在上面唱歌的感觉，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性。即是当我在他们面前，我自己是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歌手，很多东西都要向他们去讨教，向他们学习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一位都是大师在舞台上面。还有还有一个元素，就是因为香港管弦乐团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团体，他们一直都代表香港，但其实他们在当中的乐手是来自于地球各个地方的。所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很多时候听他们讲他们自己学音乐的历程，那些都会带到很多启发给我。所以我觉得 做这个 show 其实不单只是令自己的表演升了级，反而是真的令到自己的音乐旅程里面都多了很多新的元素，令到我做下一张场面的时候可以用得着。大家知道做一场这样的音乐会，其实这么大型的制作，这样的灯光，这样的音响的配置，这么高的成本，我们怎样去找 sponsor， 或者是在资金上面我们去哪里找回来呢？所以也都很感恩，很感恩今次又撞啱是我合伙的40周，合伙做了我们的 title sponsor，
去成全咗我哋去做咗呢一件音乐性好强而亦都好有卡士嘅一个音乐会咯。最头痛嘅系一开始去构思呢一个表演嘅时候，咁究竟娱乐性，因为如果我哋做一般嘅体育馆嘅演唱会，有烟花啦，有灯火效果啦，烟火效果啦，喺呢个场地离观众咁近，烟花我谂都问噶啦。咁而我因为有好多价值连城嘅乐器，譬如话我哋嘅港乐嘅 First Violin， 佢嘅嗰支小提琴系几百万。咁所以考虑到乐器啦、乐师啦，同埋成场演唱会嘅规模，所以我哋删减咗好多烟火方面嘅特效。但系点样令到大家听到歌之余，喺 visual 上面亦都可以有一啲即系俾大家嘅欣赏性系再高啲咧咁。咁所以今次就专程喺一间灯光公司，我哋租咗两眼而家香港最好嘅 laser 翻嚟去做呢个镭射嘅灯光效果。咁同埋今次都有好多系属于 Star Hall 嘅第一次嘅，譬如话我哋今次有一条主梁嘅 track 啦，即系将喺 on show 嘅时候，我会喺个台升上嚟，跟住弹竖琴一路飞到观众嘅头顶。其实呢一个系未试过噶喺 Star Hall 咁。所以我哋一路開會，我哋用咩摩打啦，用幾多承重力嘅鋼嘅鋼鐵去做咯。咁成個開會嘅過程都遇到好多機械嘅問題。咁呢個係我覺得今次呢個音樂會，大家喺睇到音響或者音樂以外所發生的，而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嘢。今次除了音响要做得好之外，还有灯光一定要尽量做得靓，令到每一个看 show 的观众都可以跟我一样在台上感受到整个气氛，整个表演气氛投入到这个 show 里面，我们觉得很重要。所以今次是特地在观众席上有了这个圆形的 truss， 这个 truss 是给一些 moving head 的电脑灯用的，这个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咁所以變咗喺做呢場 show 嘅時候，我自己係覺得好似一個歷險嘅旅程。每一日我哋都遇到新嘅問題，每一日都一齊去解決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做呢個音樂會係有別於之前做嘅每一個演唱會。今次嘅班底其實係我覺得對於我在我的音樂裏面是 the best combination ever， 即是最好的配搭來的。譬如說我們的 band leader， 我的音樂總監 Johnny 是我這麼多張唱片裏面的監製，近期的很多作品都是他跟我一起寫的，因為 Johnny 都教識了我。我們的指揮 Mr. Salonga 是很資深的一個古典音樂家，亦都係無論喺菲律賓定喺香港定喺世界各地都好知名嘅一個指揮家嚟。咁最難得就係一個學古典嘅人，你發現佢好了解流行音樂，即係佢教成個交響樂團點樣去跟住我哋玩 jazz 啊，點樣去 swing 啊，我都係好開心嘅件事。仲有就係今次好重頭嘅一位 engineer 就係金兆光老師，就係遠程即係專程在北京遠道而來的一個音響大師。他本身在國內已經是 很資深的錄音師了，到近年他開始操刀一些比較大型的表演，譬如說2008年的北京奧運開幕式，他是音響總導演。 很神奇，我參加一個頒獎典禮，他做 audio， 我一聽到是金兆光老師，因為他在業內他的名字就如雷貫耳，每一個人都是
咁王菲啊，好多我哋中國嘅 superstar 其實都喺金老師手下幫佢哋錄音啊，幫佢哋製作啊咁樣。咁今次花咗好多精力，好多朋友搭路去揾金老師，去希望去度期，去請到佢嚟做我嘅 soundman， 因為佢喺全國各地有好多國寶級嘅歌手嘅演唱會都有去做，咁所以今次可以請到佢嚟，我覺得係我嘅職業生涯入邊好榮幸呢件事。咁仲有就係、是我嘅Earmon 即係耳仔監聽嘅阿文哥啦，文哥係我覺得佢同我合作咗幾次嘅表演，每一次都係我之前覺得佢搬咗部 CD 機喺我耳仔入邊，即係佢嘅 mix 已經係 perfect 嘅。當我哋一嚟彩排嘅時候，所有嘢已經準備好曬，同埋亦都好温柔。今日金少光老師都係嘅，即係我好中意，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一個性格好 mild 嘅人，我亦唔中意通過發脾氣去解決問題，所以他們都很 nice， 無論跟每一個他們的手足啊，還是跟藝人中間的溝通都很好。我覺得整隊 team 是很和睦的，和氣生財。我經常覺得大家要有傾有講，有商有量才會做到整件事。所以今次這個團隊，對，還有燈光，我們今次燈光組的同事每一個都是大師來的，因為他們有幾個人我都未認得到誰是誰。但是今次的幾位燈光師都是很好，即之前已經拿了我們彩排的那些帶回去聽過，知道每一首歌在哪裡給什麼燈光效果我，所以我對這個團隊是覺得很感激，真的很感激今次的主辦單位給了這麼好的資源我做這場show。我覺得生命很奇妙，即很多東西無論是我們這個行業，亦或我看很多其他的朋友他們在其他行業的發展，都是你越是刻意想做到那樣東西或者想得到那樣東西，它越是離你越遠。所以我今次的這個音樂會，我們是很希望可以用 life 即生命這個這麼奇妙的一個我們人生的歷程去跟大家分享我的音樂，將我的歌不同類型的歌用 LIFE 的每一個字母去分享，譬如說 L 是 for love， I 是 for inspiration， F 是 for freedom， E 是 for eternity。